呀，每天在生气，师傅每天都吵你，起床的勇气还需要很多很多。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要起床，其实我也很怀念被窝的模样。冬天暖洋洋，最适合赖床。为什么不能躺着，功夫就变强？清早要起床实在太可怕。师傅让我再睡十分钟吧，可是一闭眼就不想再醒来啊！练功练功真的好讨厌啊！师傅声声催，徒儿在流泪，求求师傅能不能让我再多睡一会？时光不停飞，请让我沉睡，我愿意就这样睡到地老天荒。究竟有谁能来告诉我，今天不用练功继续睡吧？要怎么才能赖在床上，被窝的温柔你们不懂。太阳每天在升起，师傅每天都吵你，起床的勇气还需要很多很多。大呼幻想的沉溺，师傅已经快动起，再不起床我真的就要变成悲剧。